你就是唐果果吧？你终于把曾经的我记起来了。 曾经的我很混蛋，希望我还有机会补偿。那么你爱的是以前的我，还是现在的我呢？我爱的就是你唐可儿这个人，不分从前和现在。 绝对不可以让忘机可儿的事情再发生了，绝不！来来来，干嘛？坐下。这个呢是霍宾男士亲手为唐可儿女士做的爱心早餐。你亲手做的？暂时还不是，不过你相信我啊，我以后一定能做出同样水平的早餐，喂你吃一口啊。 我自己来吧。那你喂我吃。啊啊！嗯嗯，好吃，真甜。这是火腿吧？怎么会甜呢？你喂我吃什么都甜。我还有第二个惊喜要送给你。嗯？干嘛？ 你干嘛呀你？脱衣服啊？不是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你？当当当当！哎，你看，喜欢吗？好看吗？这是什么呀？好丑啊！哪里丑啊？而且画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意。你看上面写的，霍宾爱唐可儿。 而且我画了好几天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看，霍宾爱唐可儿，真的很丑啊！你夸我两句嘛，这是人家的心意，好不好？好丑！来，我们来拍张照片吧，纪念一下。我们来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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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每年的购物节都是我们爱捷集团冲击业绩的最重要的一个日子。今年的主战场在智美在线，我们公司签约的这些主播，外界也很看好，所以我希望把智美在线和海悦新媒体这两个组合在一起，把今年的购物节做得漂亮。董事长。 我学的专业就是新媒体经济，我会好好备战这次购物节，希望这次销量比去年翻一番。好，有你这样的决心，我就放心了。你看，行助理都表态了，你们兄弟俩，啊，两位老总，怎么也不发个声啊？ 可儿，麻烦你帮我泡一杯咖啡。好，谢谢。爱捷前身，世事百货，是我跟陆翔的爸爸一手创建起来的。当时创业的艰辛，我都跟你们说过。我们俩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都是兄弟同心。 我希望你们呢，把这次购物节做好。你们兄弟俩真正能联起手来，做一番事业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这几年我身体不太好，我斌呢还需要成长，爱捷集团呢有很多事都需要你来经手。你所做的贡献，我心里有数。这次购物节后，我会重新考虑你们新的股权分配。 你已经半个小时离开我的视线了，以后可不许这样。你能不能有点总裁的样子啊？谈恋爱当然不能有了。哎，我爸找你聊了这么久，聊了些什么呀？你猜？我不猜，你告不告诉我？不告诉你。再说一遍。哎呀，行了，他不就是跟我聊说购物节的事情，然后希望好好把这次购物节做好，我辛苦的同时啊，给公司创收益。 我还有直播呢，再过5分钟不来人的话，我就撤了。我希望你们都有点耐心，我们现在在拍宣传片，给你们安排代言都是为了购物节，你们都不要懈怠了。可儿，我们可没有懈怠啊，这不还有人没有来吗？怎么闻到一股火药味儿啊？不是说好来开会吗？怎么吵起来了？不好意思，那个路上堵车。 谢谢啊！你们怎么也来了？来开会啊！既然咱们要拍宣传片，肯定需要电脑技术的支持。你们三个男生，在拍宣传片期间，离我们500米距离。啊！就是。还有，我们的主播们不要再迟到了，下次谁要迟到的话，就要接受惩罚，不能坐着开会，全都站着。哇！今天的天气真是太好了。 适合约会啊！对对对对对！别闹！别闹！哎，哇！胡斌哥居然放弃超跑，变成了一块改骑自行车，真是太有创意了，仿佛又让我看到漫画里少男少女约会的场景。哎，真想跟个他那样待在一起。在马路上羡慕别人有什么用啊？ 还不如自己回家敷面膜呢，无聊。陆总，这个我不能再收了。可儿。
如果我一回国就把我对你的感情告诉你，我想结局不会是这样子。是我自己错过了最好的时机。你不是问过我跟霍斌以前是不是认识吗？其实我们俩是大学同学，他还是我的初恋。你大学不是在英国上的吗？ 是因为分手之后才去的英国。那个时候，我还很胖，4年前的我也不懂事，所以可能也因为这样没有得到真爱。我去了英国4年，逃了4年，没想到回来之后，还是遇到了他，爱上了他。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。我相信上天的安排。所以，我输给了时间，是吗？那以后我们还是朋友吧。除了祝福你们，我想我不会有第二个选择了吧。谢谢你。 你是个好人，好了，可儿，我可不想收什么好人卡。谢谢你对我爱情的祝福。最后一次，给我一个让我有力量前行的拥抱。 手机怎么没拿？你不是说了你很信任我吗？为什么又要跟来？我就愿意跟着你，怎么了？这跟信任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是在热恋期，我不能超过一个小时看不到你。那晚上睡觉呢？这倒真是个问题啊！哎，你们那有没有别的房间？我搬过去，你不介意吧？ 受不了你！怎么了，可儿？赶紧走！哎哎，干嘛去啊？干嘛呀？这么着急走？哎，可儿，你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喂，陈助理，我们碰到堂口了，是无意间碰到的，跟他一起的还有霍少爷。怎么办？我们让他赔古董的事儿会穿帮吗？什么？看见了。 既然已经看见了，那你们赶紧去找他要钱，不然他肯定会起疑心的。好，是是是，走。快点！干嘛呀？什么情况？站住！欠债还钱，这个月的期限可是到了。我现在身上只有10000块钱，2000块钱是我的生活费，还有8000块是给你们的利息。 别的我会尽快还给你们的。可儿，欠账。是啊，他打碎了我们15万的花瓶。怎么样，你这个男朋友是要帮忙还账吗？啊，这是我欠的钱，跟他没有关系。你欠的？什么样的花瓶值15万呢？拿过来让我看看。有没有古董鉴定证书啊？鉴定证书当然在公司，怎么拿给你看？好。 那你们明天9点，拿着古董鉴定证书来找我。
我没有鉴定证书，但是收藏家说我的就是古董，还要花150,000买我的花瓶呢。没有古董鉴定证书。那这样，你把打碎了的花瓶碎片给我，我去帮你做鉴定。也是啊，谁会把打碎了的花瓶留在手里呢？可是你们俩这样无凭无据的，我怎么知道这花瓶值150,000呀？我没有办法把钱给你们。还有一个办法，旁边就是派出所，我们到派出所让警察叔叔来评理，看看是不是有人在敲诈，这样公平吧？这走吧，可儿。哎，我好像记得你说过，你有个表哥在那个派出所当所长。要不我们去找他？哦，对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哎，昨天我表哥还给我发信息来着，说今天要约我吃饭，我现在就打个电话。唐小姐，既然你没钱呢，我们就得宽限你几日，那我们先走了。站住！看来你们俩真的是在骗我。哎，别，走，快走，冷静。可是他们骗我。他们都已经走远了。不过看得出来，你还挺智勇双全的嘛。必须的。那我唐可儿现在就是自由身了。可儿。哥，你手机忘哪了？哦，谢谢。喂，陈助理，好险啊！这事儿总算告一段落了。不知道我们给唐可儿设的局，他会不会知道啊？行，那我们见面再说。这盘啊，哦对了，还有这盘啊，都给我打包，我一起带走。上次我订的那个也一起带走啊。哦，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您订的那个今天还没有准备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老板，我来拿花。阿姨，要不这样，您跟他商量一下。那花是他订的呀？啊，对。姑娘，哎，阿姨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你叫我什么？阿姨，来，我扶您过去。哦，我去拿药啊。好，来，您坐下，我帮您揉揉吧。好。谢谢你，小姑娘。不用。到了，喜欢吗？我知道你肯定又会说我，但是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为一个女孩这么精心的准备过礼物，这是第一次。我想给你一个童话故事般的礼物。你在外面累了，不开心了，或者是难过了，就可以随时到这里来，把所有的烦恼都给忘掉。我很不喜欢你这样，包括
你现在给我装扮的这个爱的小屋，我不想让你浪费钱。啊！可是怎么办呢？我好喜欢，好喜欢这里啊！真的呀？嗯。可儿。我想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你，我想倾尽我所有的爱。如果童话故事可以打包的话，我愿意把整个世界都打包给你。我想让你感受到我的心，我想把所有的所有都给你。你说，这台词你背了多久？被你发现了。其实还有两句话我忘了说了。于阿姨，哎，哎呀，小静，你来了。这个是您上次让我帮您带的花。哎呀，你真厉害，这个品种很难找的。这个是绑在这上面，是固定它的。呀，你回来了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在穿花啊？我新认识的小朋友，小静。啊，还懂得花艺呢。你好，小静。别客气啊，坐。坐坐，来坐吧。好，来，您插花呢，来给我。哦，小静，你是我们公司签约的主播吧？你看，我们公司的主播还会插花呢。好，你们插吧啊，我让小花给你们泡茶去。好。哎呀，小静。你还是签约主播呢，快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来。妈啊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于阿姨，我还有点急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你，老妈，那个我下车太急，手机落车上了，我去拿去。这说走怎么就都走了？为什么跟妈接触？我知道你不想让我跟他接触，但是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们俩遇见，就是个偶然。偶然？偶然？为什么他会带你到家里来做客？懒得跟你解释。你答应我，以后不准再接触妈。行了，你别再管我了，行吗？回家，回家。啊！你们这是在干嘛？时间已经很紧张了，拍不好宣传片就没有商家找你们代言，会影响到整个购物节的成绩的。这每一个都关乎到你们的未来，你们都不在乎吗？嗯。可儿，别生气了。嗯，别管我。别生气了。嗯，那个在公司过度的秀恩爱也是影响工作的。可儿，你从来都没给我们树立过认真工作的榜样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闭嘴。哎，霍总，你也听到了，以后在公司这种场合不要再这样了。还有你们几个主播，明天早上8点要拍宣传片，你们谁都不要迟到。这个导演很讨厌别人迟到，明天你们谁迟到试试看。吓死宝宝了！你们几个，哼！哎，走走走走！可儿，别生气了嘛，啊，别生气了啊！不要这样，保持距离。
这女孩子是谁呀？明杰传这张照片给我，是什么意思呀？海月总裁又在秀恩爱了，你看发他和唐可儿，我摸，真是，你看，这微博下面是哀声一片，这说明什么？多少人想掐死唐可儿？苍天哪！哎，下面有人说。让咱们这些心碎的人去喝酒，哎，你去不去？哎呀，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谁无聊了？哎，去吗？哎，那你画的，你不去？上，那你上，上。反正我难受，我郁闷，我想死。今天我就一醉方休，不醉不归了。哼！哎，谢天谢地，还好你们都来了。我们都是靠谱的主播，关键时刻谁都不会掉链子。好险啊，没迟到。导演好像比我们早到了一会儿，不过时间还没到。哎，导演。什么大公司们，是不是要拍宣传片呀？什么意思？好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不是导演，我们都没有迟到，你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可以直接跟我商量吗，导演。可儿，你快过来看。醒醒醒醒，李妹，起来了。我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干嘛把他们带过来？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拍摄场地啊？他们怎么在这儿？不问我。哎，今儿我在微博上看，有人说咱们怂，怂吗？不怂，不怂。那我们就弄点颜色，给那些讽刺咱们的人看看。啊，好，干，来，干杯。走，走。啊！我心里红红赤红。是他们说要来这儿，说是要看你，看我。他们都是霍斌的爱慕者，都要来看霍斌的现任。我也没带别墅钥匙，我就把他们带这儿来了。哟，这就是传媒男神的现任啊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。是吧？是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。谁呀？早知道这样，我才不来呢。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啊？可儿，我也真是不得不同情你。虽然你是得到了传媒男神的宠爱，可是却得罪了这么多人。林妹，你说说你，可儿再三叮嘱拍宣传片不能有问题，整天就知道丑人多作怪。谁丑人多作怪了？我受委屈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天天的公然秀恩爱，想过我们这些霍斌迷的感受吗？我能开心吗？我能舒服吗？我难受，我香菇。我们这些心碎联盟的人就不能在一起撒野吗？不行吗？不行吗？哎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啊？这一切都是你的错，你非但不好好反省，你还猪八戒倒打一耙，
怪起可儿来了。谁猪八戒？你才猪八戒的！我不怪可儿，我怪谁？我就因为他才不开心的。我哎啊！你这样就算胡闹了啊！我胡闹怎么了？我不胡闹，难道我好好闹吗？我哎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先帮你松手。你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你妹！你妹！你干什么呀？我的宝石可儿！谁呀？我干嘛呀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什么？别打了！我今天跟你没完！谁这么刺激？李妹，就怪你！别打了，痛了！嫦娥姐姐，别生气了。好了，我真的没有心情笑。不就是被外界传我们公司的主播不和吗？这是很大的事儿。他们被传不和，粉丝掉了也就算了，还会影响到商家代言，接着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购物节的。我看呐，你现在是头上有个紧箍咒，一提到购物节你就神经兮兮的。购物节还没那么快到，不用天天念叨。我信誓旦旦地跟你爸说，购物节业绩会翻一倍的。哎呦，谁让你吹牛的？你别说风凉话了，行不行啊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女强人。你最厉害，那这样，你再安排他们再重新拍一次，这一次集体拍，不单个拍，这样的话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呀。他们真的没那么脆弱。可是你知不知道啊？我给刘导打过电话了，我已经跟他道了很多很多歉了，他都不接受。他说砸坏场地就是不尊重他，而且还要打电话给他别的导演朋友，都不会给我们拍宣传片了。多大点事儿啊！中国最不缺的就是知名大导演，他不想跟我们合作，我还嫌他名气不够大呢，还敢跟我女朋友发脾气，哼，搞得全中国导演他都认识一样。哎，好了，可儿，人家好不容易单独约你出来，怎么着给人家一个笑脸呢？那我笑不出来吗？谁让我摊上了一个传媒总裁，碰到那么多倒霉的事情，现在连朋友都没有了。可儿，可是你会拥有我对你全部的爱。好了，你就别那么不开心了，明天一切都会过去的，我们好好的珍惜现在，开心每一天，好不好？那你现在有没有开心点啊？一点点。那你现在想干什么？我听你安排。上班。好，走。那导演就靠你来搞定了。别担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、名气更大的导演。要不是当初董事长安排唐可儿做霍总的助理，让我在岛上故意的制造机会，让他们俩相处在一起，今天啊，唐可儿和霍总也不会走到一起。陈助理，好。去了英国四年，逃了四年，没想到回来之后还是遇到了他，爱上了他，这可能就是缘分吧。霍华成的安排，我的爱情凭什么由他来主宰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花店的员工那小孩子，是红色的花香还是绿色的花香？你说这怎么回答呀？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可小孩子非要说是绿色的香。董事长，你让我查的那个姑娘的资料我查了，果然印证了你的猜测。华成，快过来！刚才小静给我讲了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。哎，小静，什么笑话？给他讲一讲啊。霍董事长太严肃了，我在他面前说不出什么好话。他呀，
就爱板着个脸，其实他很好说话的。啊，小静，你在我们新媒体干得还开心吧？挺好的，有霍斌和唐可儿在，公司还是挺有凝聚力的。哦，这个插花学了多长时间了？刚学不长时间。你看啊，你看，好看吧？嗯，是挺漂亮。是不是？哎，小静。你来干嘛？小静，我不想见到你，你走吧。小静，你听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之前语气是有些不妥，我是诚心诚意跟你道歉的。你知不知道我到底喜欢的是什么？你从来都没问过我。小静，我是一心一意对你好。这话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陆香到底什么关系啊？看得我云里雾里的。那你们不会是男女朋友吧？我跟他是什么关系？用跟你解释吗？喂喂，什么嘴脸啊！我招他惹他了？我劝你啊，不要再自作多情了。我看他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你一眼，他喜欢阿猫阿狗都不会喜欢你的，放弃吧。啊，我想你也是因为霍斌不喜欢你，心里不平衡，你才这样说的吧？要说犯花痴，也不止我一个呀。人家霍斌眼里只有唐可儿呀。我觉得只要唐可儿在，霍斌也是不会正眼看你一眼的。我给您的照片，您都查过了吧？如你所愿，查过了。那话我就不多说了。志美在线，我看还是还给陆翔吧，毕竟他干的也不错。好，这个问题我考虑一下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喝茶。要记住，你再考虑一下吧，李导。你看，这是咱们公司的资源库，这个链接是不可以复制的。你把这个按键按下去，来试一下，你按。好，先这样。对，小张，把我说的给记下来。这个选项可以插入图片，插入之后你的符文集就会成型，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可儿，然后点这个就可以发布。陆总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你们自己再熟练一下。哎，好。我刚好带技术部的人过来海悦新媒体，交涉一下志美在线在线数据平台的业务。啊，志美在线你们比较熟。以后都麻烦你了。我可是非常欢迎你随时来麻烦我。说吧，到底怎么了？之前给我们拍宣传片的导演跟我们解约不合作了，现在我找的新导演不是没有档期就是没有兴趣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给我们拍宣传片呢。你觉得冯军导演怎么样？
你是说那个大导演，冯导？我想在导演界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人能和他重名吧。可他毕竟是一个国际大导演，我觉得很难找他来给我们拍宣传片吧。嗯，那小子是我老同学。是吗？他现在正好在国内，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。如果他有时间的话，你就和我一起去见他。好啊，谢谢陆总。真的好巧，刚好陆翔的同学就是冯军。放心吧，我会想你的。你去忙吧，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啊。拜拜。我今天啊，总算是体会到一句话。什么？甜的虐死单身狗啊！你们这蜜恋期，真是要虐死我这个落单的人了。陆翔，你一定会……我一定会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女孩，是吧？没事儿，我只是发发牢骚。